嗨，大家好。对，那我们今天是商业宣传组。我们在今天黑客中之前就已经先抢好了，因为我们一神组先抢到开头，所以我们就先抢机会。但是他好像也抢机会，所以我们有两个送。好、哦，对。那俊一商业，我们今天主要做的是就是很快速的网站和就是主视觉有显著的进步，因为这是2020的设计。那因为我们实在是没有人。然后原本我一直找不到人，所以这是2020的介绍。那所以我们原本就可以。对，那但是就是从这个，因为刚好那个时候道路出来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开会的时候就觉得说，哎，其实可以从那个开始发想。所以刚好今年不然道路啊什么都很热，所以我们现在暂定 CFP 会朝这个方向。就是这种设计的风格先去，那至于正式的主视觉会怎么做会再说。那今天非常感谢，就是我们突然就多了突然找到很多的网站的志同道合的伙伴，所以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就是包含动和就是手游设计，就是有很快的给大家偷看。对，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有去参考一些之前历届的网站，然后大概。对，那我们有大概把，因为年会9月9号理论上就要上 landing page， 就要开始整版，所以我们就会有大概把什么是俊宇关于俊宇上面都有空把它留好了。接下来我们就把球就要准备丢回给一神组，就说那你们要把内容伸出来了。对，那目前也刚好也有就是任翔也有。招募网站组的朋友们，然后有开始讨论说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沿用，例如说其他的 com， 包含 ccom， 然后 postcom， 然后 ecom 等等网站的既有的，包含投稿系统，包含就是处理议程的方式，包含到时候年会大家用的 app， 其实其他 com 有一些原本有的架构，那我们要怎么去借鉴，有跟就是议程组和跟就是宣传组这边讨论，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些就是显著的进度。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，就请大家就是可以赶快来就是加入就是商议的宣传组，我接触位好棒。对，那我们每周五晚上9点在那个商议2024 media 就是宣传组频道会开现场会议，大概一个小时。那之后各个小组包含就是媒体，然后社群，然后设计。还有网站应该也会各自会有自己揪时间，那这两周是招募周，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直接上线参与，到时候我们填正式的功能登录就可以加入了。对，那如果是筹备的部分的话请参考就是上面2024的就是大的筹备的大那个叫什么大筹备手册，我们把各组的所有的就是方案共笔什么都放在上面了，大家有兴趣的话请扫描。那我给大家5秒钟的时间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谢谢大家。